今仔来到咱大城的三峰村哦，啊来看咱的这个积水的这个状况哦。那因为呢，这两天强降雨，那导致呢，咱的这个水呢，浓浓真高，佮加上讲因为原来大楼哈，所以呢，变成讲水门嘛无法度进去吼，在水排出去，那造成说地方这个淹的真的还蛮高的，位张到今啊，照你讲爱心片，啊佮聊要佮到这个膝盖左右哈。啊，张呢，这个阿姆的原来当面破水破哈，那这部分因为嘛有可能是咱六十一线这个起泄了以后，导致整个的排水系统有所改变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则从我们水质处尽速来做整理。那关于咱大城这个排水的问题，目前咱伫伫这个海口遮，然后设计一个水门吼，希望讲尽速吼，来到这个来建筑建位，把这个抽水站搁设立起来，让咱的这个遇到强降雨的状况之下，能够尽速的把水给排出去哈，它得保护咱的农村哦，安尼生活在恐惧之中。嗯。是啊，去面前的涂骹，去差不多三到五公分嘞。